等一下，先帮你调整一下。好了，画质调好了。来，你的牙齿医一下，爸爸看。医一下了，不要。不那你等一下医给牙医看，知道吗？要乖一点哦。哈哈，对啊，前面这两个有点门牙有点往内被挤压到，往内缩。对，彤彤跟我一样，就是有点下牙龈上牙。我们去给医生叔叔看一下。而其且实，我不能上嘴唇咬下嘴，对，而且我不能上面咬下面，我一定要下面咬，对，我固定。对，你跟我一样啊，你跟我一样啊。等会儿见。等等，拜拜喽！要不要去看牙齿？啊，这个，那我。我跟你一样的好了。这个十连字，1000块。这边放一些小北沙吧。好。这个是保护你的衣服。等一下哦。我们等一下啊，把我们的牙齿咬在这个凹槽的上面，这个洞洞上。我们先咬看看，好，你一，哦，对，很棒，好，嘴巴打开，我等一下会放在这上面，我们等一下就这样子咬。好，我们可以过来咯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往前走，棒，对，拿过来，我们手上握住握把，很好，很棒。好，我们下巴靠上，下巴放在这个黑色的上面。好，再往上 ，OK。好，嘴巴一，得像刚刚那样咬起来，先不动哦。我们从一数到30，好，我出去再进来才是结束哦，哈。爸爸在外面等你，爸爸说可以，你再动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要从一开始数咯，好，慢慢数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们数到30哦。不错，还蛮配合的。先等一下，想跟妈妈在一起，我们等一下再拍一张。拍一张，哦，很棒哎！好，可以等一下哦，设定另外一台机器。还好吗？这个背心好重，很像穿盔甲哦。这个有点短。那帮也是帮你的牙齿照相，照漂亮的照片，等一下医生叔叔可以帮你看你的照片。可以吗？两个靠近耳朵，耳朵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不敢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继续喽。对吧？那我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好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怕。好，可以，我们往后退。哎，很棒，好。两个尖尖的会靠近耳朵，好不好？这耳朵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会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好。那我们等一下拍这张的时候，像吞口水那样子，牙齿咬住，咬紧。好，然后我们一样不动，这个会靠在这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放在这里哦，可以吗？我要靠着咯，就是帮你，也是帮你固定的，轻轻碰着，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这个机器也是绕着你转30秒，也是像刚刚一样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那我再帮你固定紧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持不动咯。好，我们就像牙齿咬住，咬紧，就咬紧，像这个哈，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很棒，对，就是这样咬住。我们等30秒，跟刚刚一样，我们从一数到30，15、16、17，很棒哎，好，是不是都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可以往前站喽，我帮你把衣服脱掉，很重哦，都拍好，这很棒。好，坐在这边，然后把它坐在这边，找些休息。稍等一下哦，谢谢。对，好，走。
哦，所以就直接长出来了。哦，后面没有所谓的乳牙，直接一开始就是成牙。这一个最后这一颗，那、哦、前面这几颗还是有的是乳牙、哦。难怪我从这里掉了之后，就一直用这里拆，都没有什么。你要长牙齿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除了就是目前门牙的话，是已经是恒牙了、嗯，然后还有那个第一大臼齿已经是恒牙了。嗯，对，好摆正，很好，是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而已。就这样子，啊，打最大，好棒哦！对，可以等长大一点再扫好了，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恶心，嗯，那我就先不勉强了，帮你看一下哦。对，很好，棒，这个还没换，上面还没有，对，摇起来，摇 ，OK， 好，反转。我也是这样子、哦、你也是、啊、我也是，所以想说他现在还来得及的话，从小就帮他做矫正了、嗯、好，来坐起来，变这样子，就是往内，就是被挤到吗？还是你说下排？对，下排好像就是有 V 字形往里面。那原则是这样、嗯、因为他现在门牙还没有换，对，所以现在做的有点太早，因为你即使把乳牙弄出来、嗯、你门牙长下来有可能又会换哦。对，所以其实像这种反咬，虽然说七岁是一个很适当的年纪，但是每个人换牙速度不一样。对，原则上还是等到上下的四，就是上面四颗门牙跟下面四颗门牙都长出来。哦，对哦。其实现在小朋友都换牙比较慢啊，其实正常来说那个门牙换完应该六岁就要换。哦，对，所以说这个你提早带牙是对的啦，只是说刚好时间点它比较慢，它换牙速度比人家慢一点。你看它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，还有段时间，因为你看这个牙根至少要有五公分，哎，对、哦，至少要有半颗牙，嗯，你至少要露，就是，新长出来的牙齿要露五公分，像它现在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像它现在，来，像它至少下排可以再长长一点，没关系，再长长一点，都不会太紧的，好，会不会太慢？对，好。好，谢谢你。我还蛮紧张的，对啊，怕错过那个时间。对，那你可以这样让我看一下吗？摇起来。另外一边呢？所以后牙是 OK 的，只有前面的问题。后牙的咬合关系是对的。哦，对，好。这种反咬通常都是一种比较长期的状态。嗯。那所以我们通常的时间点要抓得比较准，不然会一直在做矫正。他整个小朋友的童年时间都在做矫正，这样也太辛苦。所以我们就是抓准时间点做一下，然后就赶快松手、嗯、那也许等到大一点再看状况。好，理论上是这样。那我外先稍微一下，等一下健保卡。那我就是等上面四颗门牙，下面四颗门牙都换掉，而且要长出来了。好，你可以再回来，就是约个很完整的时间。拜拜拜拜。改善期，爸爸，那你有什么？你是说孩子的黄金改善？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对，你的口罩，对，你戴好再开门。好了，爸爸开，爸爸开。他要转一下吗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穿鞋子。那里面的店好漂亮，但是外面有点。外面就是一般的住家。有松一口气了吗？但是有很可怕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把笼子弄开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